这个弱字旁跟这个要写的结实，你如果不结实的话，这条船就很宽啊，很宽的胖爬呢哈，哎，斜下来，这样，啊，拉长一点啊，再短，好，点点在这里，好，那有一点点出来接这里，往后，再一点点往前都可以了哈，好，由下往上往下面。旁边出去，重，慢慢出去。像这个蛮麻烦，就是说，你如果好，按慢慢出去，哦，哎，哎，哦，你看这个符合那个结构原则哦，哈，哦，由下往上往旁边慢慢出去。慢慢重，慢慢往出去，好，好吧。可是也没得到什么好处嘞。好，有时候我出门干嘛？我目前看到 YouTube 好多都是在做那个行销，因为他们不在电视做广告，真的很棒的行业。看了一个叫做电踏少女啊，专门在介绍三 C 产品，然后一组一个公司专门在经营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比如说 iOS 啊 ，Mac 啊，那个 Apple 啊，哦，手机怎么玩啊？很棒哎，好，哎，跟你这样对不对？嗯。从这里拉过来，从这里过来。往下，再来，这样好看。进，这样对不对？嗯。哦。这是草书吗？对。然后呢？这是美啊。静美啊，黄啊。